真正的自由，但是要自由呢，就要脱离许多的辖制。这个刚刚在下班之前哦，发现哦，今天同事们都走得特别快，因为大家都想要赶快去看那个圣诞节彩街，然后就发现这个路上呢，就交通开始管制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好像大家都很想要找到这个自由，但是通常都会有一个结局，就是回来之后还是觉得啊，好累哦。好空虚啊，或者是我好像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，所以我们是想要自由的，但是哪里能够找到自由呢？哪里有真实的释放呢？朋友们，恭喜你们来到了这个召会中间，在主里面呢就有真实的自由，耶稣呢使我们得着荣耀的自由，使我们得着真实的释放。好，那我们先介绍各位弟兄姐妹。各位福音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国东区，是嘉义教会国东区王俊忠弟兄，我是去年5月31号得救，在15年前，我因为工作关系还有经济关系，就是因为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还要到店里去帮忙，那回家还要照顾小孩的功课，所以一日日积月累，就因为长时间的关系，就把身体还有精神累垮了，因而得了精神官能症，就是所谓的忧郁症，因为得了忧郁症，在工作上还有在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影响，在身体上，就是因为容易口干舌燥，就是免疫系统会下降，在情绪方面就是容易发脾气。而且是不制止的发脾气，而且是情绪非常低落，在睡眠方面也会有影响，就是睡不着，就是把酒精拼啊人上上都困，所以就是有这种症状，所以就是把身体搞得很糟，精神也很糟，因为那时候小孩子一个是国中，一个是小学，所以就忍着，就是去看这个精神科医生，就服药服了大概有半年之久，这一段时间，因为城门永成弟兄，会传一些那个福音信息给我，就是因为工作关系还有家庭因素，因为晚上还要去店里帮忙，所以就没有去认识主，直到去年年初的时候，我的小孩子，我最小的儿子，就是因为毕业，当兵回来，去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因为他是做半导体的，所以他是要轮班制，因为工作了大概1年多，又因为感情的问题，所以他也得了忧郁症，那。因为家里有2个人得到忧郁症，家里似乎非常乱，而且我想拉他一把，我也没有力量，我觉得我能力非常微薄，唯有信靠主，我才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我就请永成弟兄引领我到这个召会来，因此我在召会第一次来到召会的时候，我认识主，我第一次唱诗歌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我因为主在我耳朵旁边有微小的声音，跟我讲话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我一边唱诗歌一边流泪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生活好像很苦，因为主怜悯我，所以我一边唱诗歌一边流泪，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感动，有圣灵的感动，所以我在隔了6天，就是在第二会所青少年聚会的时候，我当天就受洗。我受洗的时候，回家的时候，我觉得家里的灯光怎么特别亮，特别亮，而且那一个晚上我从来睡不好，2个小时就会起来一次，那一天晚上我从睡觉到早晨闹钟响了我才起来，这是我这10几年来
低处睡得最好的时候，对，感谢主，因为我在城门族哦，给我重生新的生命哦，使我感觉我的生命哦，就得到生命得到疏口，因为我的一生的残累，我在此得到疏化，我真的是很感动。在我得救这一段过程中，我得到主的救赎，我重生了，我得到主的神圣的性情还有生命。我在工作上，我有所改变。以前我一般开会开到一半的时候，被长官指责的话，我就离开现场不开会了。但是接受主以后，我是开会的时候，我就乖乖的开到那个结束。所以在性情方面，我就很大的改变。在生命，我也得到神圣的生命，所以我觉得我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主也在我的灵里面安居的非常稳妥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快乐。以前我都笑不出来，我觉得不知道怎么笑。那结果我因为跟就是弟兄姐妹相处，有聚会，有交通，我觉得我也很快乐。好，因为在信主以后，我的这个性情也有改变，我在灵里面有变化，有革新。因为我褪去了旧照，我活出新照。过去活的是我自己，现在活的是基督耶稣。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活了起来，就从死人变活人，我有活的盼望。就那我这跟子也有交通，也有人肉在一起，人结在一起，我成为一体。我觉得好，我很高兴，我能得到主的祝福。在今年三月份，我的孙女得了三门四进，住医院，住了五天，并且没有好转，而且更加厉害。我因为我觉得那个孩子每天哭闹，而且病情没有稳定，到最后可能会得到败血症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我就是从早上一直祷告，晚上也祷告，就是因为太累了，又一边哭一边祷告，结果睡着了。隔天早上9点的时候，主就派了两位天使来到我的那个跟前，就是因为我那个博东西的那个徐弟兄，因为他是家鸡的那个主治医生，他来了解病情，他看了病情以后，他就指派了一个感染科的医师，还有小儿科主治医师，还有几位相关的那个医师来这会诊。结果他早上9点多来，下午4点多的时候就发现了，他除了三门四进以外，又得了肠病毒，是两种这个病交叉一起，所以他每隔6个小时就发烧一次，真的很厉害，而且哭闹不停。他每一次哭的时候，衣服都湿了，因为我们没有照顾小孩，那个我太太因为小孩都长大了。忘了怎么样照顾，所以孙女就不会照顾，所以他哭了，衣服都湿掉了，就在那里从那个针孔里面去换衣服，结果那个针就跑掉了。因为小孩子很小，1岁多而已，所以小孩子就是痛得哇哇叫。结果来了一个梁叔母，他是看护，他是很有经验的，他就来关照一下。他说。这个换衣服不是从那个电梯里面去换啊，是要从你就把那个毛巾贴在他的前胸跟后背，那衣服湿了，你就把那个毛巾拉出来就好了啊，你就这样就不会小孩子因为电梯跑掉了，就重打哭哭叫。这我觉得我信主以后，我的祷告，我的祈求。我们应当因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将我们所求的告诉神，神将那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，我有祷告，
我有祈求，神就应证了我，帮助我。所以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爱要及时，我们信主也要及时，结婚是冲动，那信主要灵动，只要你有灵动，你就马上来到主面前，主真好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我还未信主之前，我今年是二月十九受浸得救，今年才得救的，到现在差不多十个月而已。我还未信主之前是过愈苦、痛苦到超凡的日子，因为我嫁给阮先生吼，伊实在是很作善的。负责交买财产，我无法度好讲啦吼。我要嫁之前唔知因兜欠啥啥。到嫁了后，才知影囡仔欠人钱，所有亲情兄弟姊妹无一个欠无欠因的钱啊！我真正来要对对兴起啦！安尼落苦痛苦，我讲只要我金甲头若担会起，我这钱绝对会来兴起啦！因为吼，这是四大人放我的负债，安尼落苦痛苦，我见阮先生若要找一个某，暗时也要找某，爱去查伊找，因为我拢伊是人做工，暗时拢去包工回来做。结果吼，安尼落苦痛苦，安尼无要紧。过些四年吼，我的大姆，怎啊迄个破相哦，怎啊无去？无去详细个呢，囡仔才四岁。怎啊安尼阁无要紧哦？阁过两冬外，我的大伯阁得到肝癌，阁过世。即摆留下有四个囡仔，我有三个。怎样？我甲阮婆婆吼，两个人打起来。因为阮先生足无责任的，我一个囡仔目睭歹去哦，一个囡仔目睭放到歹去。伊是我载去家我一介一个安尼去到家伊家讲，你这囡仔赶紧送去店间开刀，这囡仔目睭已经要无效啦。我结果咧，你敢知影？我怎叫阮厝边啊去找阮先生，找无一个人，好啊，我去店间，台下店间，安尼看伊外无责任，吼，讲到这就好啊。再来吼，阮先生就伊拢自弹自解解开啦。结果到尾我就去装啊油，去装啊油车，伊就讲要是下装啊，要去磨装啊。结果到尾就讲要整车，我怎等无钱，我怎等帮爸借。即马去到装啊油，都足侪钱好赚啊。只要你唔做，尔做苦工拢难做。我做工吼，赚到有一点仔钱的时阵，结果阮翁怎外口小三啊？有小三，我就爱互拍，我嘛冤，就是爱互拍，讲到脑震荡，都讲到我去大医院。阮婆婆看到我讲，我看恁妈甲乱啊，互伊去。反正伊也无你负咱的什么责任，我讲好。我怎自己七个囡仔，我就甲担起来。到过来就，阮细汉囝吼，就来中正大学遮买粮诶，郑新元就是阮的名，郑新元的粮就是阮的名。以前我直接赚了，我赚嘛赚几啊大。我啥物钱我都赚，结果吼，阮囝伫遮优良的时阵，正新人是做有够好的生意，有朋友来招去大陆发，讲要发展，看伊遐生意好，要去遐发展，结果去咧，一无所有，全拢含我欠家己欠的钱都对啦，了只八百几万当啊，甚至我搁甲阮小弟借，你甲看，安尼我人生的路途安怎行，安怎敢行落去，用要活袂落去啊！结果吼，阮先生回来的时阵，我甲讲我唔拜啦，我拜到一个家庭，伊咧个，什么人有人比我搁较，什么人有人比我搁较吃苦的，恶人。结果吼，结果到尾就，我就甲讲我不会拜啦，我会当会金一束一斤，我唔是，我就介样买十斤，人若庙咧起庙吼，我就升金。这块地砖给我，伊讲这块地砖啊，请七万，我讲我见，我见付。你甲看，我安尼什么钱都开，什么钱都开，开到内底拢总做无平安呢。拜到无法度拜，我甲阮先生讲我无爱拜啊。结果我阁有一个，了后转我有一个朋友来坐我边信一本尊，日本教，吼，
是拢念念日语的，我规本拢总会晓念，拢会念日语的经，我拢总会晓念。结果啊，信四五年，所以讲关先生吼，倒来吼，逐天都带伊，逐天都开刀，逐天都带伊，逐天都开刀。啊，我到底来要信到对倒去啊？我唔知影，我到后人就我的信。到今年的二月，我转敲电话我妹妹，我甲讲婉君，啊，恁唔是拢教会拢有聚会，我礼拜拜你来。你惊一个，你惊一个，伊讲。是讲真啊，讲假的。你真正要向我教话，我讲嘿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去的，安尼。结果，伊是安那台，惊到我妹妹，我妹妹惊有来，我妹婿有来，就是伊。结果吼，结果我怎去吼？我迄天就受尽啦。伊是安那呢？我妹妹吼，甲我招十几年传录音，我就是要进一听进过啦，今日转娘家就甲我念念基督教，基督教，我讲你莫讲话啦，我无要听啦。安尼，什么叫做基督教？安尼啦，结果才知影讲，今仔日你甲看，吼、哦，这字啦，主耶稣大能的恩义的救恩啦，这是外好的恩典呢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即摆看到这字吼，我实在是无啥捌字，结果为着主吼，什么字我都捌啦，真正主耶稣拢吼我，像阮今仔昨昏读两字袂晓，下早暗某我带弟兄拄圣经，伊嘛甲我。怎家己代理怎翻译啦？无我袂晓呢，真正来遮学足济，啊来遮吼，互主耶稣甲我帮忙足济，等下恁听恁就知影。啊，到尾啊吼，我今仔这是受苦啦吼，受苦安尼已经拢过啊啦，即摆来讲啥嘛？我安尼叫安尼受尽吼，我学个受尽。我阿孙呢吼，转着伊甲我讲吼，我阿孙呢就伊甲我讲，阿妈，啊你啥受尽？啊你啊做你为？即摆去教会，啊，等下拢规一天拢接平安去咯。我讲个啊，哦，去遐唱诗歌，去遐跳舞，啊，去遐吼，安尼嘿，安尼欢喜咯嘞，安尼讲，阿妈我嘛要对你来去。结果我阿孙呢吼，今年二十岁，四岁怎，得救啊，哎，好，所以他现在在台中读书，哎，对，哦，啊，结果你敢知影我车六月份的时阵吼，有一届车祸。啊，对方是横着闯过来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边有一只车，伊无看到我的机车，吼、哦！结果伊讲伊伫赶时间，迄少年讲伫赶时间，怎大大个甲弄一个饼坐，我怎倒伫路边？倒伫路边吼，我怎爬了坐了？主耶稣，我袂使安怎呢？主耶稣，我袂使安怎？我惊一个唔好讲伊啦，吼、哦！我主耶稣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，不要有事哦，我不爱有代志啦，求求你！结果我怎爬起来？爬起来坐咧吼！结果那少年，我来专家看伊啊，阿尚，你敢有安怎？嗯，啊，拢一下大个白条，拢总无安怎呢？拢总无安怎？只摆咱甲看见边仔迄只医生，流一大堆的油啦，油流到安尼，阿当害啊！我等下唔得用保险来登记呢，我会惊啊！咱叫王车嘛唔敢车，我因好好啊，主要说该叫我好，主要哎叫我车来搞我车，我等下这只乌刀的我要来骑登记，结果伊只摆甲按起来。足奇怪，迄只乌刀外阁会翻，但啦，迄个乌刀钱，迄个乌刀钱吼，小我冤气啊！感谢主，主耶稣，我真正足爱你的啦！哦，啊，再来吼，一摆我阁讲，这是六月份的代志，阁来八月份，我加班等啊，才八点，才九点啊，吼，啊，我着先去洗洗，啊，哎，那无看到我的手机呢？晚上好像不看到我的手机呢？啊，我害啊，我手机拍起来，拍起来你对我唔知影呢？我即摆十点才倒来要睏啦，我等下做耶稣讲做耶稣，啊我手机歹电呢，做耶稣，我做你的灵遮大吼，啊我倒电了久啊尔吼，爱睏啊，当睏去，即摆睏去我当天光早爬起来，而且五点多我就爬起来，爬起来我甲做耶稣讲做耶稣，啊我站来讲了久啊尔呢，啊未甲你讲着话咧，啊我办法睏去啦，我要拜托你甲我倒找手机，啊我办法睏去安尼啦吼，结果吼。我刚甲主耶稣安尼讲，讲主耶稣，啊，敢是你甲我找着手机啊，无我呾困去安尼啦。结果吼，我呾七点才十五分啊，我就去上班。就要上班吼，我因为我要找手机，我一定较早就出来去。结果吼，阮同事甲讲阿姨，啊你今日才到早，我讲哦，我怎碰见一支手机安尼，安尼啦。伊讲啊，安尼我敲一个手机，伊即摆拢甲我敲我的号码，怎啊滴响滴响，有听滴响的声，阮就迄响的声去吼去找着，怎啊？转伫个洗碗机吼，看到迄支手机啊！当我看到迄支手机的时阵，哦，十万分的欢喜，十万分的感谢主，哦。结果我就甲主耶稣讲，我骗见
趁钱袂要紧，我搁赚着有。我若骗见这支手机啊，我足亏啊，因为我伫做组长吼，啊，我每一工接的订单歹势，啊，爱甲人客联络，啊嘛爱甲会计联络，你讲嘛？主要所拢甲我找，是安尼，啊，唔买手机啊嘛甲我找便便的，叫我免找，你讲嘛？啊人。啊，咱去尔，人个小，哎，个阮个同事也去，啊，我安尼，拢无找着，都足照顺时安尼行来，拢免找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搁来，九月份的时阵，阮细汉囝，两人转甲我讲，妈妈，我婚姻出问题呢。哎呦，啊，婚姻出问题，啊，这大代志啊，我，哦，我心，迄阵心肝搁讲。我信主耶稣，啊，才要劝我尔，啊，你搁有代志要我烦恼，哦，我这个心肝吼，拢爱打几啊万斤，哦，我这个石头拢啊，这几啊万斤打地条，几啊千斤的针啊去打擦，结果吼，我囝仔讲啊，妈妈，顶个月是欠离婚呢，无签名呢，我讲，哦，我代志足严重呢，啊，你头到即马甲我讲，你讲我今日烦恼，我讲咱信主，有主耶稣，你咱呼求主耶稣吼。啊，主耶稣就干呐，就安排啊，你卖烦恼安尼啦。结果我含伊讲话讲讲的，伊就做伊话两三礼拜无转来吼，就做当我讲话讲讲的，才转去。转去，我咧想着呢，想着讲咱顶礼拜食主耶稣的话，凡事爱包容，凡事爱相信，凡事爱忍耐，凡事爱盼望，爱是永无败路。哦，我听着，因为我这是顶礼拜咱才读到的哦，啊，这礼拜你甲看。就来爱我用着啊，吼、哦！主要说就爱我用着。我怎啊过当天我就无加班，我就赶紧去阮囝遐，我甲写足大字，甲退到伊个桌仔顶。啊，阮新妇，阮新妇看到哦，阮新妇看到讲，妈妈，我讲这主要说话用着，你先看。啊，我啊，伊怎讲，阮囝伫二楼，我讲无要紧。啊，伊怎看看啊？啊，未十分钟嘞，他讲，妈妈，我嘛唔对，啊，我知影你。现在主耶稣这位吼，我知影什么意思。我讲哦，安尼足巧。因为阮囝甲阮媳妇是一个足聪明、足理智的人。结果阮囝伫二楼落来，阮囝伫二楼落来讲，当作我伫甲因太太讲啥物话啊？妈妈，啊，你甲讲啥？我讲无啊，啊，我著讲这话，主耶稣的话。结果你敢知影？他们两个已经两个多月都没有再讲话了。起码我提只话要吃尔。落来，我媳妇甲我囝讲，老公，那边有水果。这是咪主耶稣拢甲安排甲足好势，安尼一抓一抓安尼直直来，吼、哦，甲阮囝安尼即摆吼，头拄仔就是伊搁敲电话来，袂使搁换遐等我食。即摆逐工咱两个毋是换火锅，就是吼，我、哦、感觉到我甲咱的弟兄，我礼拜才甲咱的弟兄兄弟姐妹讲。我现在好像台湾最幸福的女人啊！真的，我最幸福的女人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主耶稣，为着这五句，看这五句话，吃这五句话，把我细汉囝救回一个家庭。真正，真正。啊，我来讲福音朋友吼，你唔通张图，慢慢考虑。像我咧做流血，我想万幸，我想万幸。啊，过来足简单嘞，足简单嘞。顶礼拜，顶礼拜拜五，你知？我吼八点外下班，啊，我有去做喙齿计，伊计予我落来就对啦吼。啊，我还袂讲到遐，袂恁我相信。阮同事吼讲，阿姨，你敢要食寿司啦吼？我讲，到尾我讲也摕来食，我讲你爱摕当食，因为加班当个同事要爱摕当食，伊讲伊食袂完，恁两盒嘛，我叫伊要食无我，结果我甲摕两袋怎来食？即摆食食嘞吼，我想。食到六十外岁吼，食寿司，咱嘛毋捌食着猪肉，啊骨头有骨头补着硬壳壳哩呾，嘿，啊结果吼，我着运动，因为要下班啊嘛，暗嘛，要下班我着运动行，运动食，运动行，运动食，啊，这我心肝内你想想讲，吼、哦，那这寿司啊有猪肉，骨头补着硬壳壳，啊糊也袂落，我怎不出来，不出怎啊弹去，唔知，我运动行，运动食啦。即摆还有一个装修的，我甲我讲，啊，你是去食啥？我讲啊，风食袂完，啊，就叫我甲倒食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清水吞来人，啊，当我气啊，甲吐啊，气啊，讲吐啊啦，我的喙齿闹无去啦。啊，十多店面就是喙齿，啊，当来机台遮多，安尼我唔来要去对海底房吃，我唔来要去对出。啊，我气啊吐啊，我偌紧张，你敢紧张敢知影？顶礼拜拜六要搁去试堂。换个像安尼去讲，啊，搁伫这门埕头前，你知？后生搁袂要紧，啊，我讲我
嘴唇敢闭开啊，这是咱来听你讲话。主耶稣，安尼我怎找一个人啊？找无，袂记哩，你知？找一紧张啊，袂记哩啊。搁嘛找一个人找我讲啊，好叫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妈在你去讲话呢。啊，我这两嘴嘴硬啊，骂无的，啊，我是要怎讲话？哎呦，啊，我嘴齿拢无的，头前拢无的，无嘴齿，我是要怎讲话？结果吼，找一个人哦。做奇呀，为着这话吼，阮同事即马要去喊我去教会，真正。哎，伊讲安尼都够奇呀，伊因为伊喊我找嘛，结果吼，阮就找一个人去，找一个人去，拢讲无看啥。我甲讲主耶稣，啊，我讲你的话，啊，我只喙齿流，我无法度讲话，主耶稣。甲我讲安尼尔，唔免讲遐济句，我倒转来尔，伫迄个机台的迄个边啊吼。哎，我两三个吹过吹无，竟然我呼叫主阿叔嘛走出来，两天水气才洗去，你有法度吹，暗时做你有法度吹，我感觉讲这是足奇妙，莫怪阮同事甲讲阿姨，我喊你来教会看卖啊，真正敢有这稀奇的代志？啊，哎呦，阿姨讲，阿好阿仔，你个无准嘞，啊，你的水气阿那也当作不头，啊，甲偏掉，哎呦，你甲讲，主阿叔吼，安尼。足拯救咱诶！我来讲，主耶稣吼，咱若一分啊爱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十分啊爱咱。哎，我来讲，主耶稣吼，甲咱讲一句话，有够好诶！哎，欢乐苦大担当，爱到我家来，我会必须恁得安息。感谢主，阿弥陀佛，感谢主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啊，这好运气，我来讲，恁当消毒。你拢来找我，你拢来找我，真正，你拢来找我，真正，这道够奇妙，这道够，我嘛袂晓讲，我真正，主耶稣，我唔知变哪感谢，真正，我对有主耶稣，唔知变哪感谢，唔知变哪感恩伊啦，哦，我今早起来吼，讲就较歹听嘞，含天数都甲感谢，含天天数我都甲感谢，含天主菜我嘛甲感谢，你今早我为着讲这喙齿吼，迄个教会人，甲我讲啊哪呢？我即马做菜做诶吼，想着恁讲最近歹个了，我想到伊笑，也毋知影。阮囝讲妈妈，你做菜做到钱笑死我。迄一日伊去咧教会讲吼，讲到偌好笑，你敢知影？讲想着笑到咧啦，啊，这都事实吼，感谢。所以吼，咱毋免长途，嘛免考虑，真正。啊，我著甲你讲，我等下到伫遮，我甲你讲，你若问到信主耶稣人好人来找我，真正。信主耶稣，你是有钱无当买，这是包罗万有的神。这个神是，话是真情真理的。吼、哦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祝大家平安喜乐。